咁你哋點樣回應先？正式叫做曝光
我就係作為小師妹就出現喺你簽文星光唱片嘅時候嘅嗰個地招啦，就獻花俾你嘅，係啦，係係冇人知嘅係嘛？有冇知啊？哇！呢個唔記得咗，係啦，呢個咯，睇下你啊！哇！嗰陣時嗰陣時已經興嗰啲百變同埋紅唇㗎啦，哇！喺好耐啦，呢個都真係我都唔好認得，呢個好耐啦，係啊，咁係啦，咁我就記一路記住嘅。是是因為你都算是我一個恩人，因為是你帶我出來的，所以剛才我們唱的歌是 有原因的，選這個回首 是我特登揀，因為就是當時第一隻的 plug 歌在星光唱片，還有那隻我從來沒唱過的歌，可能呢就是我當時的第一首 single， 將這些陳年舊事就今晚是啦，我都不知道為什麼，曾經做過這麼多年同事，跟住大家又各自征戰過很多不同的地方，即是隔了那麼久，我們今次是第一次在台上合作，不是的，其實我們也有合作過，隔空合作過，很少那些，不是的，原來回首的 MV 裡面有個美女的，哇，是嗎？原來那個是我來的，是嗎？大家現在上 YouTube 可以看，我都不認得我，跟住我即是聽你的歌，我上 YouTube 插，跟住阿姐，阿姐阿姐，我就嚟翻翻嗰邊住啦，好，食飯啦，食飯。今日唔使開場。係啦，咁嗰個靚女原來我，我都唔認得，我睇到下個 video， 跟住我問我老公嘅，呢個係我嚟㗎。哇！如果我好想知道老公點答到呢啲嘢，點答都死咗喎，係咪你知啦？係啦 ，anyway， 所以我覺得即係雖然我哋唔知點解啲廿八年真係正式有機會合作過，咁但係今次咧係唔請你係唔得嘅。因為我做人咧，就係即係有頭有尾嘅，咁我開頭唔起大出嚟，所以今次我最後一次喺紅館做演出。喂，點會最後一次啊？即係你隔十六年，我又話最後一次，咁點啊？冇下一次噶啦，冇話。下一次繼續唱咯。都翻，都翻，都翻，都翻。係咯，希望唔識啊！下次又去睇啦嚇。係啊，冇，唔想再隔。好。咁但係啦，今所以今晚我係一定要請 Carson 嚟，因為我覺得呢個就係個。多謝所有的朋友都再一次俾唔知幾多次出現嘅掌聲，我哋為阿波。你好，阿波，你好。